Ama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行业，直男就意味着审美不好，所以啊，我一直在装娘，我真不想装了，装的我是真的是累。我不也是在装吗？哎，我老公出轨，小三是个职场精英，分分钟把我秒成渣渣，但是我不服气，我逞强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立马离婚，净身出户买自由，那就一个痛快。但是，我还不是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我知道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说，我其实打一开始一直觉得你是靠男人上位。我跟你说，其实。我根本就不是靠什么男人上位，我是靠女人。嗯，我最好的闺蜜，她是会议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呢，她就是怕我被你们这些人欺负，所以说假装我有后台的样子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。哇，你行啊，令寻寻，男女通杀呀，人格魅力杠杠的。哎呀，我挺喜欢你这种姑娘。真是不做作。不过呀，我就想靠自己的能力要回儿子。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他了。儿子？我的宠物。你刚才不是说儿子吗？没有，我儿子是我宠物。行了，虚伪的面具都摘下来了，干嘛又给他戴上啊？刚才看到你那个样子，我都心疼了。你现在这样子是同事呢，还是姐妹啊？爱谁谁。我跟你说，打今儿起，咱们俩算是交换秘密了。别跟我装，想哭就哭，想骂就骂。我陪着你。行，骂他，骂他，骂他，现在就骂他，骂。程立，你个王八蛋！刘学学，刘学学。说走，程立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。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，出大门口去吧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物业。程立，你这个大坏蛋！你们小两口吵架也不能让一个女人在外面叫啊！好几户邻居都投诉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了嘛，好好对老婆。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。